今日同大家介紹嘅股份係恒大嘅3333，同埋公司剛剛出咗一個業績，去年全年嘅核心利潤咧係升咗89%啊！當中亦都見到咧喺佢嗰個嘅全年嘅累計實現嘅合約銷售方面咧，係做咗一個即係按年咧8.5%嘅增長，相當之亮麗嘅。咁啊，股份咧亦都得到大行嘅祝福嘅。咁啊，好多券商咧認為啊，佢嗰個即係土地嘅儲備上面有優勢啦，相當之嘅土地儲備咧，可以為嚟緊一年嘅增長咧打下一個即係幾好嘅基礎。咁啊，見到股份咧喺業績過後咧，顯著地配合成交16億嘅成交咧，已經係即係起碼咧上個交易日啊，即係比起星期二嘅時候咧，即係多出4至5倍左近。大成交之下升咗8.9%，去到6.95呢啲位置。我預期咧呢只咧都算係一隻叫做未曾破頂嘅一隻落後內房股。雖然短期嚟睇咧，內地方面樓市調控有多少加強嘅趨勢，可能對股價有啲震盪嘅影響。咁但係見到今日嘅業績過後似乎股價相當之肯升啊，所以咧買盤亦都強。咁留意翻6.95現價去買入啊，留意目標價咧會係早前咧喺大概咧2015年嘅中期嘅，曾經去過8.15做目標價，如果跌穿20天線6.4的時候，再做返個止蝕嘅。